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歹势吼，我若用国语讲，听无的人请举手。一个啊，我若用国语讲吼。国语你听无的人，请举手一下。安尼啊，哦，未少人呢。老师，你也听无啊？啊，唔多，爱尽量用台语讲呢，吼。安尼啦，吼，我尽量一半国语，一半台语安尼啦。因为你要叫我完全顺用顺台语来讲吼，真侪我讲袂认同啦。哦，包括经文，你要叫我用台语来念吼，汉音来念，我嘛真侪拢会拍夹，念袂顺。哦，本身我是嘉义正港的台湾人啦。哦，啊，但是伫这个台语方面，我即确实。这是我的弱点，吼、哦，阿公较袂遐认同，因为为十几岁啊开始，阿都拢讲国语习惯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读高中啊，都拢徛台北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变成讲我三十外当来拢讲国语较济，啊，讲迄个较会顺，啊，所以我即马尽量一半国语一半台语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听无清楚会用举手。啊！我甲向大家解说一下呢，吼。今仔日，是有这个殊胜的因缘来遮甲大家结缘。这是昨暝，我甲知影讲，今仔日这三天有这个机缘来甲大家来结缘。因为昨暝差不多六点左右。我们方丈和尚，就是老和尚，他才指示，伊袂当起来，需要弟子来扶起老，来代劳，所以临时受病过来跟大家来结缘，我伫临川寺四当外。今仔日是第一遍起来这个台顶讲，四当我来，今仔日是第一遍起来这个台顶讲。前两回是伫下骹，啊，这边因为咱大家是相识较正式的场所，哦，所以妙音师也希望就是说比较正式的方式来跟大家互动。啊，我伫。台湾各处讲经说法，包括去大陆讲经，去美国甲加拿大讲经。原则上我拢足少穿这个衣，穿袈裟，因为较随缘，大部分都是穿长衫就上场来跟大家讲经说法。除了去年，爱讲去年哈，现在是2007年了，现在是2007年，2005年前年去年去大陆湖北，因为伊遐是修三段大概，修三段大概，迄是算真正式的一个场所场面，所以到那边受邀请去啊，甲只600个修改的盖主。来甲因分享这个教义的深佛教解脱道的深意，哦，所以甲600个出家众来面礼，迄个时阵我甲正式请穿这个袈裟，啊，不然其他场合我大部分都是穿长衫这样，啊，不过今天因为大家都是很正式、很认真的在念佛。那看到你们都穿着袈裟，所以我也一样，就是比较正式的来跟大家
互动啊。不过我今天只是穿七一，因为想说我尽量是用平辈的立场，用平辈立场哦。那照规定来讲，你若要上台讲经说法是爱穿九一，要穿九一。但是我是想说，尽量用平辈，咱大家拢是同修，咱大家会当站在这个平等的立场，大家来互相鼓励哦。所以今仔日卖讲来甲大家开始，我唔是开始哦，今仔日是来甲大家做平等立场来分享哦，做平等的一种分享。如果恁呐感觉讲我讲唔对的所在，欢迎恁会当提出来哦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我是就将我所知道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来跟大家分享。咱今仔日大家来这是真认真来念佛，大家拢是放下万缘来这修行，来这念佛。大家，好像那个回音比较大一点。大家来这念佛，拢是为着要了脱生死，为着要会当为着要会当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来到这个净土极乐世界的所在。所以大家拢真认真来念佛，不过跟咱大家跟我们大家勉励的就是，我们要了解那弥陀经里面有很深的启示，阿弥陀经里面有真深的启示，念佛也有念佛真重要的核心方法。如果咱这个核心方法咱若无正确的把握，那呢，咱会了真济的冤枉时间。佛法的核心要领，我们要掌握住。念佛的真经义、真经髓，我们要清楚掌握到，否则我们会浪费很多的时间，哦。所以那在把握到那个要领要诀，那在这个要领有把握到，咱修行要进步就足紧的。一般在倡导净土念佛法门的，通常大部分都是鼓励大家精进用功哦，那好好的依教奉行啊，你在往生的时候就有阿弥陀佛以及诸大善知识会来现前来迎接哦。所以很多在倡导念佛法门的时候，往往重点是着重在来生。真正鼓励人念佛的人，倡导这个净土法门的法师，拢是鼓励大家好好念佛。啊，你若伫要往生的时阵，啊，诸佛菩萨、阿弥陀佛会来现前迎接。哦，所以把这个修行的重点目标，拢放伫这个后世人。我是感觉讲，咱若即马卡达是伫
好好修行，确实咱后世人会如何？咱只要有这个愿心，有这个愿力，咱若希望讲要往生净土，咱后世人都会当。咱若照方法来做，咱后世人都会当往生净土。诸菩萨伊袂甲咱欺骗。问题就是讲，咱敢袂当讲一世人活着的时阵，这一生这一世现在，咱一世人敢袂当讲我即马活着的时阵，都会当活伫这个净土的世界？敢袂当讲我即马活着的时阵，都活伫这个极乐世界内底？如果我若即马好好修行一两冬、两三冬，我就会当活伫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内底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我若伫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会当找到真正的净土。伫这个娑婆世界，我就会当活伫极乐世界，那安尼我确个对，敢毋是拢会当？活在极乐世界里面，所以这是我较早一二十当前修行的时阵，那时候我就真重视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感觉讲修行是上重要，是要解决一世人的大问题。修行是要解决咱心内忧悲苦恼的大问题。我若一世人，我会当好好解决，我会当安心自在。我若一世人，我就会当拢好好种善因。自然后世人，你一定有善果嘛。我若一世人，我就好好修行。自然后世人，你免讲一直特别特别的祈求，你都好好种善因，你自然你就会往生极乐世界嘛。方法是要怎去做的，所以在二十当前的时阵，这个净土法门，我就真下真侪功夫，真认真去学习去修行。二十当前，民国七十四年、七十五年，迄两冬，我拢穿啊去亲近北岛，龙禅寺，算北岛迄、那个圣严法师遐。七十四年、七十五年，我拢请去遐，啊，嘛一段时间，我拢有去亲近这个广钦老和尚，伫土城，吼、哦，啊嘛亲近咱这个印顺法师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我要安怎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世的这个思想、这个理想，咱伫一世人都会当该实践出来。诸位法师、诸位菩萨，您对这个目标有兴趣无？我想真济人拢足愿意的，嘛足希望讲，我若一世人，我就当找到极乐世界；我一世人，我活着时阵，我就当活着极乐世界，安尼敢毋是足好的？哦，所以咱。那有兴趣，那呢？咱就伫这三工内，无个三点钟哦，合起来，甲两点外钟尔，合起来甲两点通钟尔。哦，在这三工内两点外钟的中间，咱来甲大家探讨分享，要安怎甲会当把握到净土修行的这个核心，哦，这个重点。核心啊，要安怎才会当讲，予咱一世人，咱就真紧会当净土现前，极乐世界现前。无论咱去佗地，咱拢是活伫极乐世界的境界内底。吼、哦，好，咱即马开始来甲大家一步一步来分享吼、哦。今日。